大家好，我是 Ken Ken， 我来自日本，我是我阿四岁，ちょっと日本語にしますね、ごめんなさい。僕は20歳で、年上の方がたくさんいっぱいいて、すごく大御所の方でも、自分はやっぱ若い世代としてここに来た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んで、この若い世代をちょっと舐めないでくださいっていう心で、ちょっと踊っ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Let's go, Ken Ken! Already? Music!四位队长，三、二、一，四票。一博，就是身体的控制，然后把每个音乐都吃满了，然后表情也很到位，又挺厉害的。其实有的时候编舞不一定要编故事的，如果你把舞蹈编得很漂亮，跳得很厉害，然后把音乐玩好，身体玩好就够了。然后那有的时候当然有故事的话也是加分的，对。哎，都在吗？这个舞台什么都有啊、一开始有 isolation balance， 也有你的 groove， 也有啊、你的那个身体的那个线都很完美。I really like it。哎，都在吗？谢谢。其实有时候他在舞台上那个表情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有点像重阳，你知道吗？像什么？重阳很像。重阳。重阳。像一个虫。重阳，重阳。啊，像重阳。像，真的是有点像。对，还有说像少年版黄霄的。哦，啊，对。然后他又有点像 AK 东，感觉是黄霄和 AK 东拼在一起的感觉。节目转变。我第一次看到 Ken Ken 在我的街道的时候，他就是很沉稳，他也不怎么说话。但他一旦站在舞台上面，他的人的眼神就会开始变换。他编舞的时候会有很多各种各样奇思妙想，所以我觉得 Ken Ken 非常的优秀。見たかっていう気持ちと若い世代のなめんなっていうこれからずっと見てってください。僕はずっとこのまま。笑顔でハッピー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が、みんなのことをたくさん吸収して、もっともっとレベルアップして、みんなの前に見せるんで、頑張ります。很棒，才二十岁，太有空间进步的空间，甚至有发展空间，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就像这位。哎，别看我。这世界很酷。